8月5号，先说个题外话，好像是去年8月5号左右，前后一两天做的手术。今天翻老照片，无意中翻到以前在医院的一些这个照片。今天早上把《水浒》看完了，昨天晚上看到96%、97%了，上午把剩那点看完了。刚在那儿躺着回忆了一下，现在是晚上9点。回忆了一下这《水浒》什么感触？因为要说点东西是吧？感觉这个里边这种结构很乱，对这种前对人物的叙事前后比重有一种头重脚轻，就一开始时候太详细。虽然说108将，他只是着重挑了那么有二三十个人，也不止四五十个得有，感觉比重比较大了。但是后来就在最后呢，多少忘了，那就7%、8%多少？就昨天开始说那点儿，在这个范围内把这些人全死光了，死的密度非常快。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有那么几个比较看得开的人啊，提前离开队伍的啊，隐士的，不辞而别的。那至少这些人，特别是不辞而别这几个，一开始说要跟兄弟们同甘共苦的，就说明最后他是不信任宋江了，至少是。有些人面上说的不错，说是怕这个宋江重情义啊，怕你挽留我，所以我就自己走了。你看他这么说吧，是谁？是燕青这么说的，好像是。其实燕青自始至终一个比较正直啊，有担当、有脑子的这么一个人，最后他也善终了。最后他是最后去哪儿了呢？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有些人走的时候带点东西，有些人就是拍拍衣袖啊，光光溜溜的来，光溜溜走。那你这也值得感触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人生百态，是不是在如果年轻的时候看这些东西，会有一些被他们这种侠义或者是智慧所触动？那我现在看这个一点感觉没有。就只是觉得一个写的不错的一本小说，唯一特点就是长，啊，够厚，字数够多。我们把在一个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而且这期间它是一个明清的时候的，是吧？所以他提到北京的时候，他说了"北京"这个词儿，那时候叫北京吗？明朝才叫北京，是吧？下雨了吗？噼里啪啦，空调，是不是应该以前叫燕京、北平？不知道，没考据过。至少宋朝应该不会叫北京吧？何来"京"字儿？是"京"吗？这个不重要，说错了也就当我放了个屁。你说啥？刚才在那看陈寅恪《最后20年》那本书，讲陈寅恪写那个《论再生缘》，然后他用了几个月时间，3个月时间好像写了这本书，他自己找人刻的，一共刻了100多本，后来被张世钊是吧，带到了香港，然后香港那边出版社给发行了，它发行的时候，那么不用讲版税嘛？这算不算是这种侵权啊？那时候也没有这种概念什么的。结果这本书的发行呢，导致了好像对这个陈寅恪的一些诽谤，因为他书里边讲到了一些词儿有点反动，对世俗的一些看不惯，
可笑的是什么？他是在52年、53年出的这本书《神学》，然后在60年到61年时候呢，被郭沫若先生伟大的这个我非常恶心的郭沫若先生发现了这本书，然后以密集的方式，就是连续几个月写了，好像又出书又出文章的，就是。评价再生缘，也不知道他是因为陈寅恪的这种书引起了他个人的好胜心，那个很不正常，引起了好胜心，还是引起了这种想这种展现一下自己的能力，是吧？然后在这本书里边，作者又说了一下这种历史的无奈说陈寅恪先生这么写这本书的时候，全靠脑子的回忆，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全盲了。看不见了，最多靠学生帮忙查点资料3个月之内写上这本再生缘的书。作者认为它是这种，虽然说是考据类的书但是倾注了很深的个人的一种感情抒发里边。那这个郭沫若先生呢？那就是不一样了。郭沫若先生可以用很大的资源找到了什么哪个图书馆的孤本的再生缘书又有很多人慕他的大名，然后给他邮寄一些资料，他可以再生缘的对比参考来出文章出书。当然从这种资源的利用上来说，这种不管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他得有权势的时候，他可以。更容易的去获得，但是好像没有人去追捧他，即使在这么大资源下所排列出来的文章，但是陈寅恪的书被人感慨而有感触，说明什么问题呢？是啊，从一个人，最后一看，又从我角度出发了。一个人的这种社会地位和他的真实的能力，是否有必然的这种关联？当然，这个人在活着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帮捧臭脚的、拍马屁的在这个支持他让他自己很舒服。那是不是真的舒服呢？是不是真的大家这么推崇你呢？你只喜欢看到这种表面的这些东西吗？那你还只是一个人类，是吧？被基因控制的人类，一点意思都没有。来这一世上，帮助基因传递完之后，拜拜。你不思考你的这些感动、自豪这种。独秀于林的这种感觉是怎么产生的？你产生这种自我愉悦之后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你不白来这一世上，是为了你享受这一生，无愧于自己，或者给自己扣个帽子，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天地，是这样的吗？刚才我在想这个。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你们开一个这种40-50万的车？但40-50万现在都不算好车了，对我来说是好车，因为我那个破车才十几万，10万出头。我养一个10万的车，和你们养一个40-50万的车。当然，你要是开高速或者撞的时候，你肯定是安全性，你那个是最好的，对吧？但是一个十几万的车。正常跑个速应该也没问题吧？我注意一下交通安全，是吧？不要跑太快，要跑到100公里行不行？那我有大把时间。你跑160，你了不起。那我付出的成本去养这个车，买这个车，每天要面对多少恶心的人、恶心的事儿，费我多少脑子？就是像我这种自控力比较差的，还要去这个。应付各种纠缠不然的话就好像自己被抛弃了，没有安全感。
我前两天喝了两次酒，喝的我就很不高兴，自己就很自责，就无聊。这昨天开始，昨天今天，我把手机已经关了，电话已经找不到我了。现在微信我有时候也没空看一眼，我有些朋友如果找我的话，我也是不可能就这样死掉是吧？朋友还是喜欢聊一聊的，但是没什么事就不要找我了，这个世界啊。挺好的，什么送快递什么玩意儿都可以，有这个家还在。现在快递也毛病，就是你非得打电话问一问，然后才给你送。是吧？算了，不提这事儿，都不容易。好像漏说什么事儿了，算了，明天再说吧。3、2、1。